身上背负的人命太多，我们这些人都同吴莲、同烟雨修楼有过恩怨，有过过节。好戏刚开始。他的左腿我叫定了。怀州府现在出了一条恶狗，你便是那打狗之人。时机已至，重来，看到了吧？千人同心，则得千人之力；万人一心，则无一人之勇。烟雨绣楼以烟雨绣而闻名，每一位踏入烟雨绣楼的女子，在这里都能习得高超的绣艺。将来我一定要找一个体贴细心的，能替我描眉、替我梳头的父亲。落梅是最美的，每一朵都有它独特的姿态。你们就像这朵朵落梅，每一朵都是独一无二。要想绣品传奇，必先要懂情。你不通男女情爱之事，自是绣不出其中的精妙。说到底，此事也是你伤风败俗。他毁了这么多的人，难道不该付出代价吗？如兰不会白死，也不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七年已逝，可有的事情却还未了结。终于有资格站到他的面前。他的左腿我叫定了。我们重新敲响堂鼓，将吴莲送入大狱。鱼儿已入水，今夜愿者上钩。七年时间别来无恙了。广东觉得吴莲该死，为所有被他戕害过的女子而死。断腿之仇，牢狱之灾，我不能不报。有件事情不得不做，我们让吴莲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付出足够的